好的，随着主裁判一声哨音 ，TV 体育为您带来本赛季中超联赛收官战第20轮，大连人在大连人足球青训基地来迎战广州富力。这球脚跟一垫，雷纳迪尼奥在禁区里面变向了，右脚射门，门将扑得漂亮，还有机会，头球球进了，一次成功的补射。广州富力在这场比赛呢是闪亮的开局，不到10分钟，已经是打进一球，总比分现在广州富力1-3落后大连人。其实一次进攻的时候没有制造太大的威胁，但是大连人确实自己打出去的能力并不强，所以马上富力又打出第二波进攻。第二波进攻的时候，雷纳迪尼奥已经从右边换到左边了，叶楚贵直接进到了锋线当中。我们看这是第二波进攻当中的配合，这个里边肯定是没有人员越位的，而徐佳敏这球扑的方向呢，他扑向了一个比较容易被补射的方向。看一看这次他们的定位球进攻，阿德里安和雷纳迪尼奥站在球前，左脚直接射门飞向球门，还是阿德里安来主罚，左脚直接射门，但是没有压住，反复的在富力右路来做文章。我们看这边雷纳迪尼奥虽然这次补回来了，但是你看他并没有进行二次防守，而且这个站位和唐淼之间其实防守之间的配合也是比较糟糕的，所以说现在大连人抓住这一侧，李帅高度压上也是丧失了在进攻端的发挥更多作用的这种效果。头球顶了一下，这回是内旋球开起来，韩佳琪双旋击出，雷纳迪尼奥再次解围，唐淼再交给阿德里安，这是阿德里安的位置呢，在前场左脚直接传起来，漂亮的抢点，但是没有踢到球。哎呦，这个球啊，这个进攻的线路呢大开大合，从左路一脚转移到右侧，然后再直接的传中，但是这一回应该是叶楚贵还是后插上，但是没有接到球。邓贝莱自己可以打，左脚的射门啊，果然是邓贝莱的禁区外围的左脚打门，但是偏了。虽然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邓贝莱呢已经越来越不像我们曾经在他看英超踢球时候的身体状态，但是技术在，意识也在。富力队的今天的替补席的年轻球员更多，头球顶到了，哎，球进了，托西奇。这样的话呢，现在总比分大连人呢是3-2领先广州富力，最后的十几分钟悬念呢又出现了，因为广州富力只需要再打进一球就可以将总比分扳成3-3，而这个时候站出来的是本场比赛重回首发的中后卫托西奇，头球是典型的中后卫在中路起跳的抢点，压住对方2-3名球员把球顶进，头球顶得很强劲啊。对位其实是有人防守的，但是没有顶住。内切，阿德里安左脚再传，啊，这是机会啊！平了，3-3。而进球呢是下半场上场的陈志钊。这样的话，这场比赛在最后的伤停补时算上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面，如果没有再有进球出现，将会进入到残酷的加时赛，甚至是双方的点球大战。首先富力左右两边联系的好，接下来阿德里安又迅速移动到了左侧，这脚传中球给的真是漂亮，但是呢同时我们看到3名大连人的中卫，主裁判关心一声哨音，双方的加时赛的上半场已经开始了，漂亮的分边再给日夫科维奇，这边啊机会撞向球门，球进了。陈志钊在这场比赛中呢完成了梅开二度，在下半场呢帮助球队打进了总比分追平的一球之后，在加时赛又完成了让球队领先的一球，现在这场比赛广州富力4-0总比分4-3领先了，又是这个套路啊，阿德里安在右边接应完之后去左边去再去串联，然后左边一脚传中，这次日夫科维奇先吸引了防守，李帅这次倒是跟到了，但是依然没有跟到内侧，我们说盯人的时候你最怕被别人拦在这个外线。